头冲六十五弯的啦，油火慢慢滴。
旁边要请的呢，就是我们的千顺将军。那其实大家可以看到，千顺将军的这个的造型又很不一样，比较少见。他们的头颅的部分比较大，是。对，所以呢，是说每间神像，每个神像的一些工艺的展现都有不一样，不一样。有些就是做的脸的部分比较细致，啊，有些就是我头要做的大大的，让人家远远就看得见。对。你有发现他们头上有角吗？有，其实这个千顺的部分呢、啊，他们都有角在上面啊。只是大家去细看，说到底是千里眼一个角呢，或者是两个角呢？大家可以去做做功课，去了解一下。对，研究一下看看。